欢迎收听长篇纪实文学《红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作者张荣，演播雨天。第十集。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苏联军队开赴东北扫除日军。两天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与苏联人军事合作，共同打击日本人，但被拒绝。 因为斯大林认同的是蒋介石政府。同一天，中国共产党命令自己的战斗部队和政治干部进入战略上至关重要的东北。日本投降后一个月，我父亲奉命离开延安，前往东北西南部一个名叫朝阳的地方。它位于延安东面七百里处，靠近内蒙古边界。步行了两个月。 我父亲一行人于十一月来到朝阳县，这里多是荒山秃岭，差不多和延安一样穷。三个月前，朝阳还是满洲国的一部分。苏军进驻朝阳县的第二天，当地共产党地下小组即宣布成立共产党政府，但国民党地下工作人员也亮出国民党牌。结果，共产党军队马上从五十里外的锦州赶来。 逮捕并处决了国民党首领，罪名是阴谋推翻共产党政府。我父亲的小组是延安共产党总部正式委派的，他们接管了政权，我父亲成为核心领导人之一。新政府在一个月内开始有效的管理这个有十万人口的地区。第一件事是到处张贴安民告示，这个告示的内容是：第一。 释放所有在押犯人。第二，关闭当铺，所当的物品免费领回。第三，关闭妓院，放走妓女，由劳保发六个月的生活费。第四，开官仓发粮救济平民。第五，属于日本人和汉奸的财产全部没收。第六，中国人的工商业受保护。这些政策大受欢迎。 因为对绝大多数的穷人好处最多，当地人们都说从来没有见过比这更好的政府。在军阀混战期间，朝阳地区遭到各方势力的烧杀掳掠，后来又被日军占领，劫夺了十余年。我父亲新工作刚开始几个星期，毛泽东发布命令，要共产党军队撤出易受攻击的城市和主要交通线，退到附近的农村。 让开大路，占领两乡，农村包围城市。我父亲的部队于是进了朝阳荒山，与他们终日为伍的，只有一些零零落落的野花和偶然碰到的榛子树野果，很少找到吃的东西。夜间温度低到零下二三十摄氏度，室外过夜如果缺少御寒衣物，会很快冻死。本来。 几个星期前，还眼看着日本人战败，东北地区共产党的根据地骤然扩大，似乎胜券在握，但此刻却化为乌有。当我父亲和战友们躲在山洞、蹲在穷苦老百姓的茅屋里时，他们的心情极度沉重。这段时间，共产党和国民党都忙于调兵遣将，准备全面内战。蒋介石把首都迁回南京。 在美国人的帮助下，把大批军队运到华北，并密令他们尽快抢占战略要地。美国人派马歇尔将军到中国，劝蒋介石容纳共产党，建立国共联合政府。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国共停战协定签字，于一月十三日生效。一月十四日，国民党开进朝阳县城。 立即建立起庞大的武装警察部队和情报网，组织地方武装共同剿共，武装力量达到四千余人。到了二月，已赶到我父亲一行人节节后退，进入越来越荒凉的地带。大多数时间，他们只能躲在最穷的农民家里。到了四月，他们无路可退了，唯一生存的办法就是分散开来打游击。 我父亲以一个名叫六家子的村庄为中心，建立了他的根据地。这个山村位于小林河源头，在锦州西面约六十五里。游击队武器很少，只能靠袭击当地警察补充，或向地主借。他们特别努力争取过去满洲国的伪军和警察，因为这些人既有武器，又有战斗经验。在我父亲的根据地。 共产党的主要工作是推行减租减息，没收地主多余的粮食、衣物、钱财等，分给贫苦农民。刚开始时进展缓慢，游击队实力单薄，根据地也不牢固。到了七月，当高粱将熟，青纱帐内可以藏身时，形势有了明显好转。各路游击队已能够集齐六家子村开会，会场设在寺庙内。 我父亲任主席，他引用《梁山伯好汉》的故事做开场白。这里就是聚义堂，让我们在此共商怎样替天行道、除暴安良。我父亲的游击队向西挺进，攻占的地区包括主要是蒙古人居住的村庄。一九四六年冬天降临时，国民党加紧了清剿。十一月的一天。 父亲的游击队中了埋伏，他本人险些被抓。经过激烈的枪战，他侥幸突围，衣服裤子被树枝扯成了碎片。至今，他的同志们一及此事，还忍不住哈哈大笑。他们几乎天天变更宿营地，有时一个晚上得转移好几个地方。睡觉从不脱衣服，生活就是一连串不间断的埋伏、包围和突围。 游击队里有一些妇女，我父亲决定把他们和伤病员向南移到靠长城较安全的地区去。这是一次穿过国民党控制区的漫长危险之行，任何声响都可能导致全军覆没。我父亲万不得已命令把所有的孩子留给当地农民寄养。有位妇女实在难舍孩子，我父亲最后让她选择。 留下孩子或军法处置，他把孩子留给了农民。随后几个月，游击队逐步向锦州和铁路沿线靠近。国民党发动了好几次围剿，想消灭他们，但一次也没有成功。游击队的影响越来越大。当时二十五岁的父亲已声名远播，以致锦州城里四处都贴有通缉令，悬赏捉拿他。 我母亲看过他的通缉令，也从他的国民党特务亲戚里听到不少关于他和他的游击队的故事。父亲的游击队每离开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就被国民党军队反攻回来，强迫农民交回分去的粮食和农物等。不少因饥饿吃掉了粮而交不出的农民，受到严刑拷打，有的还被杀。 六家子的头号大地主金廷权，当过满洲国警察署长，曾野蛮地强奸过村里众多妇女。当我父亲的游击队来此安营扎寨时，他逃掉了。游击队打开他的粮仓救济村民。金廷权随国民党军队还乡后，逼着农民跪在他面前向他讨饶，归还共产党分给他们的东西。已吃掉粮食的农民被拷打。 家也被砸了。有个农民既不还粮，也不磕头，金廷权竟当众用火把他慢慢烧死。一九四七年春天，形势开始对共产党有利，父亲的游击队重新占领朝阳城，控制了周围广大地区。庆功宴会后是晚会，父亲巧妙地把战友名字做成谜底，编成谜语。 猜得大家喜笑颜开，土地改革随即进行，把占人口极少数的地主拥有的大部分土地平分给农民。但在六家子，无人敢要金庭权的地，尽管他已是阶下囚，农民们见到他还是点头哈腰。我父亲走访了许多农民，终于了解到金庭权上次还乡后的暴行。 朝阳政府据此下令处金庭权死刑，执行枪决。但被金庭权烧死的那个人的家属和其他受害者则要求以牙还牙，烧死金庭权。当火焰在金庭权周围熊熊燃烧时，他咬紧牙关，一声不哼，直到火舌舔到胸膛才叫了一声。共产党理论上反对酷刑。 但却通知干部，在农民要求复仇时不应干涉，所以派来对金庭权执行死刑的共产党人没有阻止农民。像金庭权这样的人，并非一般的富裕地主，他们在其势力范围内有莫大的权力，肆虐乡民，叫做恶霸。有些地区非恶霸的一般地主也被算作石头，意思为革命的阻力。 对石头的政策是可杀可不杀者杀。我父亲认为这是错误的，他告诉部下和群众，只有那些罪证确凿的人才应处死。他一再给上级报告，提出对人命要谨慎处置，过多的死刑只会损害革命。由于许多像他这样的人执陈己见，一九四八年二月，共产党中央发出紧急命令。 要各地禁止滥杀。共产党的正规部队到来后，一九四八年初，我父亲的游击队受命与他们共同作战。他转为负责锦州葫芦岛一带的情报系统，搜集国民党部队的部署及粮食供应情况。他的情报主要来自国民党内部的地下工作人员，包括夏家的房客玉武。从这些报告中。 我父亲第一次听说了我母亲。在那个十月的早晨，我母亲见到那个瘦瘦的、看上去喜欢梦想的年轻人，在游击队中出名的讲究。他天天刷牙，这对游击队和农民都是新鲜事儿。其他人流鼻涕不是随地一甩，就是顺手往裤子上一擦，而他不仅用手帕，还有空就洗。 他从不在公共脸盆里搓手巾，因为当时眼疾流行。人们还说他书生气十足，身上总带着几本古诗集，就是打仗也不例外。当我母亲每一次看到那张通缉令，从亲戚那儿听到他们谈论这个危险的共匪时，她看得出他们既怕他又佩服他。现在，这位传奇式的游击队首领就站在面前。 并非腰圆膀粗的黑旋风李逵，不过他一点儿也不觉得失望。我父亲也听说过我母亲勇敢过人，一个十七岁的女孩子居然向男人们下命令。他曾敬佩地想：这真是个解放的新女性。但他把她想成是个母夜叉。结果呢，他喜出望外，发现我母亲富有女性美。 甚至还有点俏皮，谈论问题时虽然柔声柔气，却带着少见的准确性，很有说服力。这对我父亲是至为重要的。他不喜欢那种夸夸其谈、华而不实、模棱两可的谈话方式。我母亲发现他很爱笑，牙齿雪白，不像有的游击队员一口大黄牙。他很喜欢听他说话，觉得他懂得真多。 可不是那种会把福楼拜与莫泊桑搅在一起的人。在我母亲汇报工作时，他问女子中学有多少学生，我母亲马上报了个准确数目。他又问学生们读些什么书，我母亲不假思索的说出一串书名。随后的问题是约有多少学生支持共产党，他都给了有根有据的估计数目。 我母亲邀请他给学生们演讲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历史，他爽快地答应了。几天后，他如约而来，口若悬河，深入浅出地讲解难懂的哲学，令在座的女孩子们，自然有我母亲在内，大为倾倒。一天，他告诉学生们，党将组织他们去哈尔滨参观。 哈尔滨是当时共产党在东北的临时首府，那里的许多建筑是俄国人建造的。宽阔的林荫大道、带雕塑的小洋楼、时髦华美的商店以及欧洲风味的咖啡馆，使他享有“东方小巴黎”的美誉。这次旅行名义上是观光，真实原因是共产党担心国民党会卷土重来。 想预先把亲共的教师、学生和其他专业人才，如医生等，撤离锦州，保护起来。但他们不愿言明这一点，怕引起恐慌。我母亲被列为一百七十名首批北上的人员之中。十一月下旬，我母亲兴高采烈地登上火车。此时的哈尔滨正笼罩在冰雪之中，像童话世界。 俄罗斯建筑群似乎带着浪漫的诗意。在这里，我父母相爱了。我的父亲为母亲写下了优美的古体诗，造诣很深，使他惊服。当他发现父亲的书法也是一流时，就更是佩服的五体投地了。除夕夜，我父亲邀请我母亲和他的一位女朋友到住处做客。 他住在一家古老的俄国式旅馆里，彩色的屋顶，华丽的内墙，窗沿阳台边是一溜石膏浮雕。走进房间，我母亲发现，在洛可可式桌子上放着一瓶香槟。我父亲在此之前只是在翻译小说中读到过这个名字。那时，母亲的同学都猜到了他俩相爱了。他身为学生领袖。 常去向他汇报工作，一汇报就是几个小时，有时深夜才回来。父亲有一些崇拜者，包括那天和我母亲一块儿做客的女孩子。那天晚上，当他看到我父亲注视我母亲的异样眼神，听到两人互开玩笑，发现他们怎样抓住机会彼此亲近时，他明白了，我父亲爱的是我母亲。 当他午夜独自离开后，父亲在喝空的香槟酒瓶底下发现一张纸条：“香槟酒瓶太偏心，祝你们的香槟酒瓶永远是满的。”就在那天夜里，我父亲问母亲是否与别人有过婚约，他告诉他，他唯一爱过的人是胡表哥，但他已被国民党枪杀了。 父亲按照共产党男女平等的规矩，也谈了他以前的恋爱史。在宜宾，他曾爱过一个女孩，关系在去延安后就中断了。在延安和游击队，他也有过几个女朋友，但战争使人连想也不敢想结婚这种事。谈完过去，我父亲表示他要写信给共产党锦州市委，请求批准与我母亲谈恋爱。 这在当时是必须的手续，大概就像是请示家长，实际上就是这么一回事。共产党取代了家长。那天晚上，在长谈之后，母亲收下父亲的第一件礼物——一本苏联小说，不过是为了爱。第二天，他写信回家，说他遇见一个非常喜欢的人。姥姥和夏医生的第一个反应是担心，而不是热衷。 因为我父亲是个当官的，而在普通老百姓心目中，当官的名声向来不好。他们大权在握就专横跋扈，往往不会善待女人。姥姥认定我父亲年龄远大于东北男子成婚岁数，一定已经结过婚了，娶我母亲不过是多个小老婆而已。一个月后，共产党认为安全了。 就让哈尔滨那批人回到锦州。共产党这时批准了我父亲谈恋爱，另外有两个人也提出这种申请，但比我父亲晚了一步。其中一位是我母亲以前的地下工作上司梁先生，他失望之余要求调离锦州。这两位申请人都是直接向党申请，没对我母亲表达过爱意。 我父亲回到锦州，被任命为共产党锦州市委宣传部长。几天后，我母亲带他去见家人。一进门，姥姥就转过脸去。他向姥姥打招呼，他也故意不理睬。我父亲由于常年在外打游击，又黑又瘦，姥姥因此认定他岁数已超过四十，不可能没结过婚。夏瑞堂则对他很客气。 我父亲没待多久，他前脚一走，我姥姥就哭开了，不断重复他那套“当官的都不是好东西”的观点。夏瑞堂在与我父亲接触后，以及从我母亲的解释当中，了解到共产党对自己的成员行为约束很严格，所以我父亲不可能骗人。但我姥姥硬是不信。四川那么远，这里的共产党怎么查得出他以前的事啊？ 姥姥一直不喜欢我父亲，但家里其他人都与他相处的不错。夏瑞堂跟他一聊就是好几个小时。玉林夫妻也喜欢他。玉林的妻子出身贫苦，他外祖父在赌钱时把他母亲当作赌注押了出去，结果输了，他母亲被迫接受了不幸福的婚姻。他哥哥被日本人抓去做了三年苦工。 日本投降后才放出来，已是半死不活。和玉林结婚后，他每天早上三点钟就得起床，按满族复杂的传统习俗准备各种各样的饭菜。我姥姥管家，虽然他们是同一辈分，但玉林的妻子总感到自己矮了一截，因为他们夫妻生活得靠下家。他觉得我父亲是第一个平等待他的人。 第一个完全不拿架子的官员，他好几次给他们夫妇电影票，这是难得的享受。玉林妻子因此认为共产党好的不得了。从哈尔滨回来不到两个月，我父母就交了结婚申请。结婚在传统上一直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既没有结婚证书，也无需结婚登记。 现在对参加革命的人来说，党就代替了父母。党的结婚规定是二八七团一，意思是男方必须二十八岁以上，七年党龄，团级以上干部。只有一字是针对女方的，要求至少参加革命一年。我父亲虚岁正好二十八岁，党龄已有十多年了，职位是副师级。我母亲虽然还不是党员。 但他做地下工作的时间符合了一字。从哈尔滨回来后，他又一直在妇联工作。妇联主管妇女事务，做些解放姨太太、关闭妓院、动员妇女为部队做军鞋、安排妇女就业、帮助妇女婚姻自由、扫盲等工作。妇联现在成了我母亲的工作单位，单位完全由党控制。 城市里的每一个人都属于某一个单位，他们的生活各个方面都由单位管理，就像在军队里。我母亲得住在妇联，本来也得经过妇联批准结婚，但由于我父亲职位更高，他们的婚姻就由父亲单位做主了。锦州市常委很快就表示同意，可我父亲是副师级，还得获上一级辽西省党委的认可。 我父母以为不会有什么问题，于是把婚期定在五月四日。那天我母亲满十八岁。五月四日一到，母亲打点被子、衣物，准备搬到父亲住处。她仍穿着一向家常穿的蓝旗袍，围一条白纱巾。姥姥与其说是吃惊，不如说是气愤。新娘自己走到新郎家，既无吹吹打打，又无花轿迎接。 真是闻所未闻！你就这样自己走去？姥姥冲着我母亲发脾气，她一定不是真心娶你，一定的。现在谁还理会这些规矩啊？我母亲依然埋头整理行李。一想到女儿不能有一个盛大的传统婚礼，姥姥心里难受极了。按照习俗，女孩子一出世，母亲就开始为她置办嫁妆。我母亲的嫁妆。 包括十几条缎子被面和十几对绣着鸳鸯的枕头，四季穿的漂亮衣服以及绣花床幔，这些现在却成了过时的累赘。我父母也不要繁琐的婚礼仪式，他们觉得这些与感情无关。对这两个革命者来说，爱情才是最重要的。就这样，我母亲背着行李自己走去。 我父亲和所有其他共产党官员一样，住在自己的工作单位。他的住处是市委机关一栋带滑门的日式平房。这天夜里，他们准备上床了。当我母亲蹲下来为我父亲脱鞋时，突然有人敲门。一个人站在门口，把省委的通知送到我父亲手上。他们的婚姻还没有被批准。我母亲低下头来。 静静地收拾完行李后，轻轻地说了声再见，就悄然而去。没有眼泪，没有抱怨，甚至一丝丝怒气都没有流露，只是从他紧闭的双唇上，父亲才能觉察到他有多么难受。这一幕情景使我父亲印象深刻。在我童年时，他每每提到此事，总是说：“你母亲真不简单。” 然后开玩笑似的说：“时代变了，你不会像你母亲那样跑下来替男人脱鞋。”未准婚姻的原因是省委对我母亲不信任，他们一再追问她的家怎么会与国民党特务有关，他们要她忠诚老实，一一说明为什么有好几个国民党军官会向她求爱，为什么有那么多三青团的朋友。 我母亲说，她的朋友都是最抗日的、最富有正义感的人。当代表中国政府的国民党在一九四五年来到锦州时，他们当然加入了。他本人当时要不是太小，早也加入了。而且他的朋友们很快就倾向了共产党，有的还参加了共产党地下组织。党组织的意见不一。 市委认为我母亲的朋友们出于爱国心无可非议，但某些省委领导却仍没完没了的猜疑。他们要我母亲与朋友们划清界限。划清界限是共产党区分内外敌我的重要方法之一，即使私人关系也是以政治为准，不能不清不宠。如果他想结婚，就不能再见过去的朋友了。 最使我母亲痛苦的是吉上校现在的遭遇。锦州之战一结束，他在为共产党高兴的同时，就想尽早的知道吉上校是否安全。他沿着满是死尸的道路，一路跑到吉家大院，那里什么也没有了，没有房屋，没有街道，只有一堆废墟。吉上校也不见了。当他准备在春天结婚时。 突然听说他还活着，就关在锦州的一个监狱里。原来吉上校在锦州被共产党攻击时，设法往南逃到天津，结果共产党在一九四九年一月攻下天津，他被逮捕，旋即押回锦州。吉上校没有被算作一般的战俘，由于他的家族在锦州势力强、影响大，他被化为地头蛇。 由于这类人在老百姓中有号召力，共产党认为他们的反共倾向对新政权的威胁很大。我母亲很自然地认为，只要共产党组织了解吉上校为共产党所做的一切，他就会受到宽待。他立即开始为他奔走。按共产党的规矩，他先向自己的单位汇报了这件事，由妇联再向更高一级机构报告。 我母亲不知道谁有决定权，她去找玉武为吉上校作保。他清楚吉上校的事，正是他让我母亲与吉上校保持联系的。玉武写了一份关于吉上校为共产党所做事情的报告，但却在报告中说，吉上校这样做是出自对我母亲的倾慕。他也许并不知道自己是在为共产党工作，只是被爱情冲昏了头。 我母亲说，她和吉上校没有相爱过，但她拿不出任何证据。母亲又去找另一位地下组织领导，那人也清楚吉上校为共产党所做的事，但他拒绝提供任何帮助。他不愿意提到吉上校帮助送情报这回事，希望把这份功劳算在自己身上。所有的这些事都是在我父亲准备结婚时发生的。 自然，他们的关系投下了阴影。不过，父亲同情母亲的困境，也认为吉上校应该受到公正的对待。虽然他知道姥姥喜欢吉上校做女婿而不喜欢他，但他没有让这种不快影响自己的判断力。五月底的一天，我母亲正在妇联开会，突然有人进来塞了张纸条子给他。 纸条是市党委负责人、共产党东北部队总司令林彪的侄儿林彪霞写的，几句话像诗一样。省委已经同意了，你还有心思开会吗？赶快回来结婚吧！我母亲忍住内心的激动，静静地把纸条交给会议主持。主持人点点头，同意他走。他直奔我父亲的住处。 身上仍穿着蓝布的列宁装，双排纽扣收腰，下摆刚好罩住肥大长裤的上部。一拉开门，他看见林霄霞和其他党委领导人以及警卫员们都聚集在屋里。他们也是刚到。我父亲说，已经叫了一辆马车去接夏瑞堂。林霄霞问：“那、呃、丈母娘呢？”我父亲不吭气。哎呀。 这就不对了，凌霄霞说，随即派车去接姥姥。我母亲当然很伤心，她猜我父亲是讨厌姥姥和那些国民党特务亲戚的关系。这难道是我妈的错吗？我母亲愤愤的想。当然，她压根儿没想到，这或许是我父亲回敬丈母娘对她的不理不睬呢。传统婚礼往往极尽铺张。 远超出常人的经济能力，办一桩体面的婚礼而倾家荡产是屡见不鲜的。共产党提倡废除旧俗，节俭办婚事，所以这个小小的聚会就是我父母的全部婚礼。夏瑞堂来了，大家围坐在一起吃市委作为特殊招待送来的新鲜螃蟹，另外是红枣和花生，还有桂圆。 传统上，这些都是团圆多子的象征。过了一会儿，夏瑞棠和大部分客人起身告辞。开完会的妇联干部这时候来了。夏瑞棠和姥姥对婚礼的事一无所知，第一辆马车也没有说接夏医生做什么。第二辆马车到时，姥姥才知道是女儿结婚，于是匆匆赶去了。 当妇联的有位领导透过窗户望见他到来时，与别的人耳语一番，大家几乎同时站起来，急急忙忙从后门走掉了。我父亲也跟着他们走了。我母亲差点哭出声，他知道妇联的人瞧不起他母亲，不光是因为国民党亲戚关系，还因为他曾经当过姨太太。虽然妇联管的就是妇女解放。 可是，有的出身农民的妇联干部非常守旧。尽管共产党政策规定，姨太太享有与妻子同样的地位，而且可以单方面解除婚约。尽管他们自己就是这些政策的执行人，但他们却认定好人家的姑娘绝不会当小老婆。我母亲只好想法圆场，告诉姥姥新郎工作去了。妈，共产党不能放下工作结婚。 还说自己也得马上回去工作了。姥姥对共产党办终身大事竟如此草率，大惑不解。不过自共产党执政以来，破除传统的新招一个又一个，姥姥也就见怪不怪了。感谢您收听有声纪实文学《红》，欢迎订阅雨天的频道，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